放了刚刚那个哈，有同学问的问题啊，那其实大家一看，大概就可以知道说那个错误的地方啊。所以第一个啦，我建议各位哈，那个就是缩排的部分哦，还是尽可能哈，把它就是按照那个缩排的规则，还是尽可能让它放整齐的哈。我习惯是 sub 是第一阶，然后第二阶的话是这个，那 with 的话可能还是把它放到后面来这边。哦，所以 with 跟 end with 同一阶，那这样就很容易看出来说，哦，哪一个是哪一阶啦。那如果当然可以的话，上面自己再加一些注解上去，会比较 OK 哈。然后像这个程式哦，如果像刚刚同学是直接执行，比较输入哈，他假如输入了日期，他说，他可能他不管输入什么啦，其实你会发现哦，他得到的结果应该都是跟那个什么，哦。哦，假设输了一个错的哈，那你给错误的资料，它还蛮奇妙的。我发现它这个主机，还蛮有人情味的，就是你输入错的，它也 OK 这还蛮妙的。有些甚至是回来就空的，但它就还 OK，它就是给你一个开放资料一样的资料。那原因何在哦？其实各位可以看到了，像如果将来你在执行程式的时候啊，自己要除错了，我建议你可以按 F8 啦。或者是说，像我之前跟各位讲的，你设中断点，哦，中断在哪里？输入完毕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错误，那但再来查一下程式，应该就可以知道原因何在了。那其实一眼应该可以看得出来错了哈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哦，你的那个双引号跟这个双引号哈，你把它夹住了，所以其实这个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一串东西。结果你把这一串东西丢，而且那这一串东西意思说。连那个 x 跟 y 哈，其实它就不是个变数了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这个字串里面的一部分哦，所以得到的结果哈，像这个啦，就是你会发现哦，它得到的，哦，得到的结果，像这个哈，这一行是没错，错是错这一行，变成头双引号的头双引号尾，那表示这一串是一个。这一串的话就是一个字串了，那 x 跟 y 其实就是 x 跟 y 的一个文字哦，所以哦，如果假设你要正确的话了哈，记得就是说还是要写正，那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我写正确的，那主要当然有几个地方，一定要在这个字串结束，把它断掉这一串哈，这个前面的这个参数等于，然后再把 x 带进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带进来之后呢，接下来再一个结束，这边一定要结束掉，就是把这个日期加进来之后，然后再 end 好，第二个参数，然后这边等于哦，记得结束掉，好，然后呢再串第二个日期啊，尾巴这个不要有这个双引号了，这样才 OK 啊。其实我刚刚也特别强调，因为有些同学啊，对于这个串接实在是有障碍。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啦，因为毕竟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一个这个程式的一个书撰写的地方。那我是建议啦，如果发生错误哈，你还就是尽可能的用中断模式或者按 F8 了哈，逐行去看一下程式，然后再不然的话，你可以比对一下我云端上面的程式，那尽可能。这地方不要写错的话，以后程式在撰写自然就比较不太会有错误了。哦，我发现同学错误就错在这些串接串一个变数在中间这件事，好像有一点点比较容易出问题。OK，啊，其他应该如果没错的话，那你把它 run 一下，基本上应该得到的结果应该就会是正确的。所以我刚刚把它修正了哈，那也就是说它好像本身就已经自带防呆机制了。好，OK。哦，得到结果没有诶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刚刚输入的日期，2022哦，比如说我要是10月1号，然后到2022的11月30好了，OK，啊，记得格式不要打错了哈，好，Enter 一下，那再来的话哈，最后按 F8，那可以 check 一下哦，这个资料有没有出现？有，表示再把它串进来。然后这个把它串进来，还有就是说那个参数这个地方也不要打错了，理论上应该看起来应该是没错哈。OK，第三个，然后
refresh 一下。OK，那如果假设啦，你没有给错误的东西，资料就带过了，应该就 OK 了哈。所以这个也是简单的除错技巧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哎，第一个哈，那刚刚同学问的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呢，假如要把刚刚的这个结果哈，再把它分成两个，因为刚刚是，美元底下就人民币，那现在我希望怎么样，把它放在它的右边，也就是说，本来是一二三四一直到十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就改成什么？我希望呢，左边一个一，第一个嘛哈，然后再来不是第二个，再第二个在这里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以此类推。那甚至未来，当然呢，你甚至可以怎么样？可以不要，假设我要三个，我要四个，都没问题啊。甚至你要什么？我135要什么样的图表？246要什么图表？就是每个图表样式也不一样，也可以啊，你可以。自由的安排你想放的图表位置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接下来就是说呢，你如果假设想要做出类似像那个所谓的 Power BI 那个 dashboard 的话哈，其实也类似概念，就是说你要怎么放图在哪个地方？那其实哈蛮容易的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那个 add chart to 后面就有四个参数，两个是坐标，两个是宽跟高。那其实哈只要改哪些地方？第一个啦哈，它的宽有没有？本来是要乘以十，现在变成什么？一半就乘以五就好了。所以把它缩一半。这第一个哈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我应该之前是，就是每一个逐步往下放，可是我现在变成说，我第一个哈，它放在左边，第二个放在右边。那所以，我看到的啦，当然这个是我直觉看到的哈。如果你没有别的解法，也许可以试试看。就是说呢，我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变成跳着，也就是单数哈。所以我看到是奇数是放左边，偶数放右边。然后当什么情况下会再往下一，就是变成两个之后再换两个，再两个，再换下一个。所以其实哈，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刚刚好可以把它改成就是两栏的图表显示？这个我想请各位先想想看好了哈，就是说，但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也没关系啦。其实哦，如果假设你实在是不太会知道怎么写，那我是建议哈，也是一样，用之前的那个比较没那么聪明的办法，就是你先美元折线图先画出来，再人民币。有没有？那顶多是欧元也把它画出来。那你再分析一下哈，到底他们之间相差了哪些地方的参数是不同的？比如说美元折线图啊，如果我要改的话啦，当然哦，我们可以什么拿这个这两个好了，Ctrl C，Ctrl V 贴上，贴到这边。那名称不能一样，所以把它改成美元折线图二好了。然后人民币也是二，OK。那有哪些地方要改？如果我第二个是希望，那其实主要应该位置都一样，坐标一样 M1 哈，所以呢，我前两个参数不改，主要是宽度改成一半，好，所以它的有个 width 等于五，好，改这个就可以了，执行看看。这个时候画出来看看，有啊，一半了，一二三四五。那人民币的话呢，哈，我们之前是放在人民币二嘛，哈。这个地方当然呢，我们现在就不能是 M11 了，因为 M11 就换下一个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一样把它改成M1，可是 M1 的话会有个问题，宽的话一样是改成五。如果我今天呢，假如是 M1 哈一样的位置的话，那我一直行哈，它会怎么样？把它盖上去了，所以变人民币啊，那个什么呢？这个美元在哪里？在底下。所以应该是把它移到它的右边，那移动多少啊？移动刚好就是跟这个美元一样的宽度。那美元的宽度多少？就是其实就五个啦，五个什么了？五个那个栏宽呐。所以其实哦，假如我要把人民币是把它删掉，人民币放右边的话，那可能你就要思考一下，应该是在 left 这个后面哈，做一点手脚。
就是说让它再加上多少？加上五个什么呢？M1 的宽度，所以把这个复制到这里，这样就 OK 了。也就是去它的坐标的地方动一点手脚，哦，就是它的那个宽，它的坐标水平的是 left 哈，然后呢去把它加上它这个 m，跟美元一样的宽度，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好，执行，那你会发现呢，美元，有了，人民币，也有了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要让它往下放的话呢？那一样的道理，就是也是11，11，不是11啊，再加10就对了。等于是说，如果你假设用之前的做法，那用什么方式哈、哦、可以去变动？当然呢，尽可能的哈、哦，程式尽可能不要写得越太复杂，所以把这两个先拿下来好了，然后再来这个人民，全部折线图，一样改个2好了。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改哈？然后改动的幅度尽量越小越好了。当然方法很多，绝对有，至少非常多种的写法，只是说哪一种写法会比较简单。当然第一个哈，我们应该要变动的哈，就是全部折线，至少知道了有一个基本的一定会改，就是它的宽度。宽的话呢，把 width 改成5。哦，啊，你如果假设啦，把它执行好了，如果这样，这个先删除掉，就是图先删掉，好，然后我如果不什么都不改，只有改宽，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第一个跑出来，全部都变比较窄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位置向右的话，所以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它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？那我想到了，就是说哈。那不如在这边哈、哦、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如果 i 的值哦，假如是奇数栏的话，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奇数栏？那我一般会用到一个运算值叫做 mod 的话就是求余数了哈、哦，它等同于那个什么就是 Python 里面的百分比符号，OK 或 Java 的百分比符号，然后呢 mod 2啦，就是除以2之后的余数为多少？如果等于一的话，那表示说它是奇数；如果等于零的话呢，那表示它是偶数。所以呢，奇数跟偶数用不同的方式做变化。那我可以什么？if 啊，一样 else，一样 and if 哦。也就是说呢，上面是奇数，下面是偶数哦。这边是放奇数要做什么？所以，我这边的话应该是啊，这三行哈。把它搬到这里来，然后这边的话按 Tab 键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处理。这边的话呢是我想到了哈，就是其他我都不动，但是特别重要，k 等于 k 加10哦，这个地方可能是要在哪个地方才能加？因为记得是因为奇数不要换，到偶数的时候再换到下一列。所以理论上哈，如果假设你这个地方哈，上面是奇数的，下面是偶数的，然后奇数的部分的话呢哈，跟偶数最大的差别，这个是就是差在说后面的 left 要不要加上这个五个它的宽度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放在你们下面这个是偶数了，else 就是放偶数的部分，那在它的 left 后面呢加上什么？五个栏宽的意思，OK，然后并且还有个地方哈，当然你现在执行的话，应该它会跑，只是说哈，我看一下这个执行的话，理论应该也会出现，先把它删掉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假设我现在执行哈，它应该也会跑，不过它现在的跑法是什么？它就是变成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有向右，就是偶数会向右了。但是它变成它没有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地方哈，主要原因应该是在这个 k 等于 k 加10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每一个 i 它就加10，所以如果我最后啦，其实只要变动一下，我把这个 k 等于 k 加10减下来，放在偶数 else 的这个下面而已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奇数部分我不要换列，
偶数再换列的话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所以哦，这个把它执行，这个把它删掉一下，好，然后我再把它 run 一下，你会发现得到结果应该就会是我们要的。哎，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OK 了。那同样的道理啦，哈，如果说你将来要三个的话啦，其实也可以怎么样，mod 三哦，有没有？哎，如果等于一是第一种，等于二。有没有等于零？所以其实变成就是逻辑判断会多一点，但是一样哈，哎，所以用这一招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哎，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哦，我再把那个这个做的过程哦，稍微叙述一，我先做美元折现图哦，跟人民币一样嘛哈，然后呢，我先观察一下美元折现图哈。跟人民币最大的差别是宽度，有没有？记得哦，是在 left 这个地方，啊，加上十个宽。那我再利用那个全部折线图哦，来去做一个变动啊。关键的地方是这个啦，就是我用那个它是奇数还是偶数来判断。哦，OK。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。那奇数部分啊，等于一嘛，等于是奇数。奇数部分的话跟原来一样。偶数部分呢比较不一样，是说这边就要加上它的这个向右的五个宽度了哈，并且把 k 等于 k 加十放在偶数的地方，只有偶数地方才会换列。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。